继续是山区的消息，阿里山国家松南游乐区年度的盛事阿里山花季十五号登场，为期27天，到4月30日为止。嘉义林管处表示，园区内的樱花品种高达31种，数量将近3000株。染井吉野樱的樱王预计在3月25日盛开，欢迎游客到阿里山赏花。今年一度阿里山花季，今年因为台湾灯会在嘉义延后到3月15日登场。嘉义林管处特别将记者会改在小丽圆山举办，向南国小学堂带来演出，为阿里山花季的开锣仪式甲开序幕。阿里山花季3月15日起跑，目前阿里山工作站前的樱王花苞大概开一成左右，预计3月25日会大盛开。到时园区内底的染井吉野樱也盛开，加上阿里山小火车的独家美景。每年都会吸引40万游客上山赏花。主角的吉野樱目前只有1层，我们预估大概3月25日左右会盛开。那接着后面还有八重樱、千岛樱等等、普贤圣樱等等，陆续都会开。所以到4月中旬以前，都还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的樱花。林管处表示，竹山县的电动车在3月份正式营运，游客赏花之余，也能体验全台通关海拔2451公尺的电动车之旅。全国的最优的电动车拉到这条线上来，我们阿里山 的电动游园车可以因为这样的改善，它是全国还特别有 CNS 的营业用的电动车，妥善率100%，从来没有故障过啊，所以这是非常，经济部也得奖哈，也得到经济部的奖项，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从3月开始通车到竹山火车站。在阿里山花季开锣，将到4月10日为止，为期27天，樱王会慢慢绽放，预估3月25日会盛开。但因为阿里山小火车对嘉义到石碑路的本线停驶，民众想要赏花，就要开车坐客运上山。另外，樱花季的拜六礼拜和清明连假，拢实施交通管制。最新科教红家机关采访报道。